好，我是露露仙子，这些是我的好朋友丁丁，你好，当当 ，Hello， 东东，嗨，我们一起来学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for love and harmony，《弟子规》for love and harmony，《弟子规》for love and harmony。The key to happy life is here，《弟子规》for love and harmony。小朋友，今天露露仙子要带叮叮、当当、东东去公园画画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露露仙子，我们准备好了。但是露露仙子，我们要先等东东来，才能够一起去公园画画啊。咦，东东今天怎么了？怎么没看到人呢？对啊，东东怎么还没来呢？好讨厌哦，我越想越生气。东东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现在才来呢？还有啊，东东，你为什么气呼呼的呢？对啊，是谁惹你生气了？还有谁？就是我家那个不听话的爸爸啦。东东，你和爸爸怎么回事呢？我爸爸晚上玩电动玩得太晚，对身体不好。我叫他不要这样，他就是不听我的，还说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管。我非常生气地骂了我爸爸。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要管我爸爸了。东东，你这样子不对的哦。露露仙子，我哪里不对了？东东，虽然你爸爸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对爸爸说话还是要用好的态度和口气哦。还有啊，东东，你大声骂爸爸是不对的哟。这个嘛，露露仙子，我知道错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《弟子规》就跟你的行为有关系哦。大家只要好好跟着我们学习，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小朋友哦。弟子规 ，Let's go！ 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。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。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完牙以后，我就可以上床睡觉喽。哎，怎么水龙头都没有关好？我知道了，一定又是爸爸，每次他都忘记把水龙头关好。不行，我待会刷完牙以后，一定要去跟爸爸说才行。哦哈哈哈哈，这笑话太好笑了。啊哈哈，真是笑破我的肚皮了！啊哈哈哈哈，爸爸，爸爸，当当，怎么了？已经这么晚了，你是不是应该要上床睡觉了？
爸爸，我是要来跟你说，你每次浴室的水龙头用完以后都不关紧，每次都让水一直流出来，这样子很浪费耶。对不起对不起，爸爸忘记关好了。老师说这样子是浪费水资源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要是你下次又不把水龙头关好，我要跟妈妈说。好了，对不起，爸爸待会用完浴室以后会关好水龙头的。不要拿走，那是我最爱吃的饼干。天哪，怎么淹水了？爸爸，救命啊！家里水灾了！都是爸爸害的啦。当当，你怎么拿着一个行李箱？露露仙子，我跟你说哦，这行李箱是我跟丁丁借的，因为我这几天要去住我奶奶家。住你奶奶家？为什么呢，当当？你们家怎么了？我想起来就生气，都是因为我爸爸啦。我明明跟他讲过好几次，水龙头的水用完以后要关好，他都会忘记。结果这次啊，他又忘记要关起来，害我们家都淹水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当当。那你有好好跟你爸爸说吗？没有。我只有很生气的叫他要记得关水龙头。当当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虽然爸爸忘记把水龙头关好，但是你要好好跟爸爸说啊，不可以凶巴巴的，不然这样子会对爸爸不礼貌哦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露露仙子，我下次不会这样子了。非常好哦，当当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丁丁在做什么呢？丁丁啊，今天晚上妈妈煮你爱吃的红萝卜炒蛋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耶！我最爱吃妈妈煮的红萝卜炒蛋了，谢谢妈妈。那妈妈再去多买一点红萝卜，就回家煮晚餐喽。欢迎试吃哦，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红萝卜起司。丁丁，你看那边有新口味的起司，哎，我们来去吃吃看。欢迎试吃哦，来，妹妹，要不要也来一块呢？哇，好好吃哦。嗯，真的很好吃哎。丁丁，你看这边还有很多块可以吃，你再多拿一块来吃吧。可是妈妈，后面好像有人排队在等哎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这些本来就是要给人家试吃的啊，不然你问这位店员哥哥。欢迎试吃哦。妈妈，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在等着要试吃，这位哥哥啊会很为难的，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啊，丁丁，谢谢你这样小声的提醒妈妈，你真的很懂事哎。那妈妈就把这个红萝卜起司买回家给你吃，好不好？耶，谢谢妈妈。嗯，好饱啊，今天的红萝卜起司好好吃哦。丁丁你好啊，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耶。露露仙子你好啊，当当你好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呢，我妈妈煮了好多我爱吃的晚餐给我吃，还买了新口味的红萝卜起司给我吃耶。哇，听起来真是太好吃了，
丁丁，你妈妈为什么突然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给你呢？其实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妈妈今天带我去逛超市，结果啊，她觉得有一个试吃区的起司很好吃，她就吃了很多块，但是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在等，我就赶紧把她拉到旁边，小小声地提醒她这件事情哦。原来是这样，你懂得好好的提醒妈妈，也小小声跟妈妈说，妈妈才不会觉得不好意思。是啊，露露仙子，我妈妈晚上很开心地说我是个乖小孩呢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丁丁，你要继续当个乖小孩哦。那我们一起去看东东在做什么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你到底好了没？我们该出门了，要迟到了啦！再等一下下啦，妈妈快好了啦！妈妈快一点啦！今天校外亲子郊游是7点出发，哎，你看我们已经要迟到了啦！好啦好啦，妈妈就快好了啦！妈妈，你看都是你啦，大家都出发了啦。哎呦，对不起啦，妈妈今天就比较晚起床啊，迟到一下下，怎么知道他们这么准时就出发了，也不等我们。都是妈妈害我们迟到的啦，早知道就不要等妈妈了。哦，东东啊，妈妈就跟你说对不起的啊。对不起也没有用啦，妈妈都不肯早点起床。哦，东东，对不起啦。哼，都是妈妈啦，害我今天不能跟大家出去玩。东东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妈她今天太晚起床化妆了，害我们要一起搭的亲子郊游旅行巴士开走了，我期待很久了。东东，你也别怪你妈妈了。可是就是我妈妈害的啊，明明就是她的错，所以我就很生气的骂我妈妈。东东，你怎么可以骂你妈妈呢？因为真的是我妈妈的错啊。东东，这样是你不对的哦。你要知道，就算是妈妈也是会犯错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温柔一点，好好的跟他提醒，不可以像你这样生气的骂妈妈，你知道了吗？嗯，我知道错了，露露仙子。都快7点了，妈妈怎么还没好呢？怎么办？这样有可能会来不及去儿童乐园呢。妈妈，妈妈，快7点咯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再等妈妈一下哦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啦，妈妈换衣服哦，换太久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啦，妈妈，没有关系啦。对不起啦，东东，因为妈妈太慢哦准备了，让你不能跟同学一起去玩，但是东东你很乖哦，都没有生妈妈的气。嗯啊，我想到了，我们哦现在赶快去搭计程车过去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那我们赶快出发吧。露露仙子，我跟你说，这次虽然妈妈又太慢准备好了，可是我都没有生妈妈的气哦，我都有好好跟妈妈说，妈妈就说我这样很乖，妈妈就想到另一个方法，我们后来还是有跟同学一起去玩哦。真的啊，那真是太好了，东东，你以后也要继续保持当个人见人爱的乖小孩哦。弟子规 Let's go， 弟子规 Let's go。 叮叮当当东东，今天弟子规教的亲有过，见识根，
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知道，亲有过，见始更，就是爸爸妈妈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请爸爸妈妈改过。没有错，当当，你说得很对。那怡无色，柔无声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知道，怡无色，柔无声，就是我们在请爸爸妈妈改过的时候，口气一定要温柔，千万不可以凶巴巴的哦。而且也可以小小声的跟爸爸妈妈提醒，这样子也不会让爸爸妈妈觉得不好意思哦。叮叮当当咚咚，你们都说得非常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唱跳跳咯。妈妈爸爸做错，我会提醒他们，妈妈爸爸不对的事情你们改过，我跟妈妈爸爸说，不对事情不要做，我会温柔好好说话，请你们改过。When my parents do wrong, I will try to let them know. Please, mama, please, papa, please reconsider. When my parents do wrong, I will try to let them know. I will tell them nicely in a kind manner.妈妈爸爸做错，我会提醒他们，妈妈爸爸不对的事情你们改过，我跟妈妈爸爸说，不对事情不要做，我会温柔好好说话，请你们改过。When my parents do wrong, I will try to let them know. Please, mama, please, papa, please reconsider. When my parents do wrong, I will try to let them know. I will tell them nicely in a kind manner.弟子规 Let's go!
小朋友，看完今天的《弟子规》，Let's go！ 大家还记得噜噜仙子教了些什么吗？东东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现在才来呢？还有啊，东东，你为什么气呼呼的呢？对啊，是谁惹你生气了？还有谁？就是我家那个不听话的爸爸啦。东东，你和爸爸怎么回事呢？我爸爸晚上玩电动玩得太晚，对身体不好。我叫他不要这样，他就是不听我的，还说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管。我非常生气地骂了我爸爸，现在开始我再也不要管我爸爸了。东东，你这样子不对的哦。妈妈爸爸做错，我会提醒他们。妈妈爸爸不对的事情你们改过，我跟妈妈爸爸说不对事情不要做。哇，好好吃哦。嗯，真的很好吃耶。丁丁，你看这边还有很多块可以吃，你再多拿一块来吃吧。可是妈妈，后面好像有人排队在等耶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这些本来就是要给人家试吃的啊，不然你问这位店员哥哥。哎，欢迎试吃哦。妈妈，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在等着要试吃，这位哥哥啊会很为难的，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啊，丁丁，谢谢你这样小声的提醒妈妈，你真的很懂事耶。那妈妈就把这个红萝卜起司买回家给你吃好不好？耶，谢谢妈妈。弟子规 Let's go。 亲有过见识根，一无色肉无身。亲有过见识根，爸爸妈妈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啊？请爸爸妈妈改进。好棒哦！那我们在请爸爸妈妈改过的时候，说话应该要怎么样呢？口气要温柔，不可以凶巴巴。你们说得很对哦。亲有过见识根，一无色肉无声。亲有过见识根，一无色肉无声。亲有过见识根，一无色肉无声。小朋友好，今天学的弟子规的意思你们都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噜噜仙子。太好了，大家多跟弟子规 Let's go 学习，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小朋友哦。我们来一起唱唱跳跳咯。好，噜噜仙子。亲有过见识根，一无色肉无声。亲有过见识根，一无色肉无声。亲有过见识根。